生完孩子的赵丽颖，这次太难看。前不久，产后首次接受采访的赵丽颖又被群嘲了，这样的苛责随处可见。怀孕观察节目《新生日记》记录了女星麦迪娜生孩子的全过程。大多数情况下，女性从怀孕到生产期间，体重的增长大概在 11.5 至16公斤之间，即便是生完孩子，身体状态也不会轻易变好。分娩减掉的体重一般只占因怀孕增加的体重的一半。怀孕生产带来的身体激素变化会导致女性产后毛发生长变缓，毛根变弱。妈妈们产后为了恢复身材不顾一切，说到底是因为人们觉得一个女人生完孩子发胖变丑是一件不应该的事情。